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这里是2013年百变小春晚。啊，我是毕福剑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军。我是董卿。我是李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撒撒贝宁。我们百变武侠在这里给全球的中华儿女拜年啦！全球的华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。他们从世界各地纷纷发来了新春贺电，尼加拉瓜西里巴拉华人发的贺电，祝全国人民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马尼拉噼里啪啦华人发来贺电，也祝全国人民身体健康，万事也如意。乌拉圭嘁哩咔嚓华人还祝全国人民身体健康，万事总如意。著名好莱坞芒果罗妈妈发来贺电，她说。祝福的差不多喽，赶紧往下演喽，再不演晚会搞不赢喽。著名讲师易中天发来贺电，祝大家和和美美过日子，闷了来段 B-box。著名笑星蔡明为大家发来贺电，他祝大家快乐的妈妈给快乐开门，快乐到家了。著名歌星周杰伦也发来贺电，祝大家贺贺贺贺贺贺。马栏山王大爷家小白狗祝大家旺旺旺旺旺旺旺。说再见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退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，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早已付出了灵魂。2013快乐男声，听你唱。祝福新春中国幸福启航，准备好迎接新年的祝福吧！倒数五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过年好！留下了许多最最难忘的记忆。我们五个人在这个舞台上的美丽、帅气与自信，全部都来自于你们的掌声和鼓励。一年了，我们已经习惯在每周四跟大家相伴，我们不想这么快就戒掉这个习惯。大家看到我们的都是欢乐，而我们感到更多的是幸福与温暖，因为幸福就是有这些温暖的伙伴。单咖秀的舞台，我们有时候犯愁，有人说我们脏，但我们拥有了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那就是你们的笑容。百变武侠，谢谢大家。一年前的夏天，一个全新的节目来到周四。大家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明星挑战模仿秀《百变大咖秀》。他初出茅庐，却充满无限可能。不曾想到，从此
周四改变了模样，周末提前到来。模仿，如此简单的两个字，却意味着隐藏自我，融入他人。我是麦登伟，我是青年相声演员白善南。从来没有人如此用尽身心，在这个综艺舞台演绎另外一个角色。我都有点忘记你原来长什么样了。我失去了我自己。不能忘记，他们芳华绝代，带着超高知名度，放弃早被熟知的面孔，用另一双眼睛回眸众生。不能忘记，他们超越性别界限，以反串为美，一次次突破自我。不能忘记，他们原本交集甚少，却因百变结缘，握指成拳，侠气高飞。没事儿闲着干嘛？支持百变武侠。更不能忘记他们，一个亦庄亦谐，神针定康。撒网这一战，就我最没男人味。一个鬼马精灵，一人千面。我觉得很喜欢啊，扮哪个角色都很像，就好像灵魂附体一样。何九谢娜，百变灵魂 ，hold 住全场。还有他们，美丽端庄的魏雪曼，诙谐搞怪的许杰辉，冷静幽默的李维嘉。热辣点评的戴军，因为他们，百变更加风生水起，完美释放。365天的日夜兼程，一季复一季的寒来暑往，是他们的倾情投入，成就了光影笙歌里的绚烂；是他们的常变常新，将周四的守候滋养成习惯。那些被妆化模糊了的容颜，那些笑颜与泪水杂糅的瞬间，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了电视机前的咖啡们，笑容绽放如春天。这一年我们彼此守候，百变大咖秀，有缘我们再见。这个时候还是很开心，因为看到一年来真的我们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我有点难过，是我不知道下个礼拜四可以去干嘛。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就是每个月有那么几天大家很认真的去分辨，哎，你今天是谁啊，我明天是谁啊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节目会走多远，也很难想象它会是个什么样子，然后就走到今天，一年过去了。嗯，其实刚才短片里面有一个没有提到的，就是我们的观众，我们真的有最好的观众，在现场的，在电视机前的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其实我知道，我们周四很多小孩子都是还在上学，很多人还在上班，有的人能够等。就然后就等到这个时候看我们的节目，可是很多很多人都在网上去找，真的我们特别特别感谢每一位不管通过任何途径看我们节目的观众。我觉得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传递这种快乐，我觉得是我们的福分，特别感谢大家，再一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请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们好好准备这一次的告别。不是说我们不想再继续用快乐陪伴大家，而是说真的也想用更好的方式回到您的面前。有缘再见，而且我相信一定会再见。